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这五年后，其实是礼拜日，早起时一号天，阮一家照常做礼拜，是一个教会做事的这个礼拜听，阮大兄也再来，到迄个波天气转凉，也相关冷冷，乌阴乌阴。开始感觉健康，约伊个模式五点半遐，我行行下车，对来到个，啊，行到三通，诶，通个三通路，特别款，特别到阮兜，迄个时阵，忽然间听着人咧叫我，喵喵喵喵，听着咱像阿兄本来遐个声，我袂看袂出来，红色个字，吉普车，红色个，赛过。我伊咧拿手，我伊呢看到阿上是阮阿兄，就阿兄我阿兄唔知影，所以我家己咧接手呢。了后我常常转去讲讲啥物，叫你告诉我，啊，我拢无讲所做个代志。等到天后，阮老爸对伊个诊所转去，啊，叫阮妈妈入去伫食饭间。阮有一间宿舍，即摆咱家己阮有设阮兜做无老人医师的顾顾，啊，大家咧泉州市个咧医生，咧重症部，因过摆伊是无无违法，伊经阮现即摆伫咧，遐食饭间是三厅，三桌，啊，我到那边三桌啊，就是个咧，因两个坐伫遐食饭，啊，迄个门块咧，迄个门是锈住吼，咧抓住。啊，有化工，阮囡仔时代拢帮着化工，所以我伫迄空看到我的老母，甲我的老爸点点在讲话，啊，阮妈妈只有点点在哭，不是大声哭，就是我会当看出伊人帅。啊，而且是煞一个插曲，我若点点搁搁等于我的房间，我的房间拢无问啥物，啊，日日日暗。拄啊，延长医院，咱各处有两间医院，一间是，诶，做，诶，去给你做一点，诶，我听话记来，后面我带你去延长，延长啊，来处理，吼，你阵我有一位叫做静声器，静声器在那咧在咧做，啊，真好做，所以啦，迄阵啊，器械慢慢来做，来讲，好，足认真去看，特别。即摆咱保守教会已经退一个无副院长了吼，迄摆是这，伊招我诶，搁去因三姐因两个姊妹也真好，不是来做伊看电影、看啥物做伊吼。其实你按我前些戏剧团来演唱表演，因两个甲我斗阵吼，阮要来看戏剧诶戏剧，我爸爸甲因就讲，即个时阵才要看，安尼尔做做无散，因两个嘛无我去看。啊，计算机才知影讲，咱大家有听，一直在哭，就变无啦吼。对于这开始，唔知有偌济人，我来阮家，甲阮爸爸讲，伊会当帮参观，啊，互阮阿兄无代志也转来。伫迄个时阵，好处已经捌廿几人去啊，伫二二八到一九五二五十五年中间，阮阿妈经验着，今仔日。我去学校小学班，啊，小学去上课，啊，老师伫咧，计算机去，老师无伫咧，咱好处啦，伊咧一个老师叫做黄思念，黄思念老师，迄就是阮小学个老师，去到个计算机无歹下，两礼拜后叫伊工作个去实习，去皮肤，啊，等下，啊，才是伊皮肤啊，有时咱嘛毋知影，伫迄个时阵。办了后，伫伫延续即款个代志。我所在讲阮阿兄有个关系，然后继续也阁真济，铺主人真济，有车店也是啊，阮厝口上，比如说后了上，阮当时去设地，阮讲啊，伊个后生，讲真济，讲了到位，踏实讲。伫遐继续延续，继续咱看起迄个时阵，国民党政府安怎来，直直继续来
台湾上海的台湾人来福州跟台湾，各有经济方法将台湾人的财富付出拢得。安尼一摊过一摊，叫阮兜在开电话，下当不时联络，啊一边去拢爱提钱去台北交，啊我其实我交我的老爸嘛去几摆，就是安尼提两个烟鬼子弹，一本册啦，就知我上面是波士顿北部，波士顿北部是个，咱英文是 Boston， 波士顿的迄个包啊，圆圆润润。叫我两天两卡，迄个时阵台币上悬是十块，迄个时阵还有一百块，十块两卡底较低。啊，坐夜下咧，迄阵夜下最上甜，所以我就去最上坐夜下咧。到大概六点半去中山，就对面一间牛肉面的店，去遐交看，去遐讲话，安尼。因为阮老爸了，了会讲国话，所以我才去做翻译。所以我迄个时阵还阁是少年。已经我们去到几十年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到阮直接拢破产，加在阮老爸是一个好的医生，所以伊也够有的专业。啊，虽然到真凄惨，还阁看到我已经较大了，是哪里倒转来，看到阮老爸伊的左手就是我老母，伊拉两个都还好，这条路正路，我伫一边。迄个台湾路迄边，我做了两条线路，然后继续开业。倒转来讲，阮阿兄是遐，迄阵过冬日，伊是托住教会牧师，是总主席牧师。伊过冬日知影了，就是来阮家，带阮去吧，做家庭礼拜。迄个时阵，所记的是，咱休息即款新鲜时代文化，圣经记载永远快乐。也是用圣诞的调来唱，所以圣经是真命是真命，我真的入面，因为我到此来都未了解，以前都入面来做我家庭礼拜的主题圣经章。总是我只为一个江主持说，伊的关心甲影响是，阮一家拢真感动。后来我去台北，到台北的时阵，阮阿爷看守所，阿爷管看守所是。牧师都是这样，不是来台湾去来访问、去来面会。啊，最主要的是一个邮票，去互阮阿兄。邮票用法就是，伊迄时会使用现金，爱用邮票，摕予迄个伫顾卡的呢。啊，迄个摕报纸起来来投放。啊，即个顾卡这就是点钟尔，所以是点钟的中间，伊摕来报纸拢爱看。啊，一个办公室。报纸拢拆开，啊！伊一间卖三四个，迄个看守所一间卖三四个，啊！轮流困啦吼，一堆徛咧，一堆坐咧，是倒咧吼。啊，用安尼，啊！咱四月天外口家己穿大衣的时阵，伊就爱用一个毯啊，当个毯啊，遮风，安尼才冻会了。迄个时代真热，在迄款的状态中，你看报纸，迄个是微进，我自由中国的杂志微进我两点。因真正哎，先真尊敬魏晋，所以爱看魏晋安怎报，拢提供个情报在看。伫迄个时阵，因到尾来叫掠去，因在偷发新闻，即款人爱加侪，所以到看守所关七八年了，哎，人一部终于判罪了，判罪了，伊是缓十五年，啊关十八年，迄是即、這个，啊佫尾啊关十五年，最后伫。领导，规身都关了，讲爱搁三年的监狱，讲十年的监狱，无够爱搁三年监狱哦。迄监狱是重刑，哦，啊，迄是最后的啊，做最后的迄个监狱。啊，迄、那个张主席老师来关心阮这边的时阵，阮搁是二十八日假，搁休完假，伊的这个。查某囝是我的表姐，是我的三姑娘。我的三姑娘是家己，阮是在家己做警察。啊，伊国民党来了，阮三姑娘，我无做歹人吼，无走，掠去拍死，叫拍死，就是我的三姑娘。迄个时阵，阮三姑到的拢在
小龙卖房的工业总数之下，哦，还贵了，还有讲，迄个牧师，家己的朋友，讲，恁难找哦，竟然找了三个，才袂叫连累，恁来收钱。阮三姑非常非常失望，即、這个艰苦的时阵，伊的翁有人来去拍戏的时阵，佫一个牧师叫人来难找，看到失望，因为了咧伊有教会，到伊真闹事，通过一个浸信会牧师，有佫传倒转来信教，迄是阮三姑一家所拄着。我记得即个读这段圣经，当然是因为一个总书记牧师认识这段圣经。我真大个感动，啊！我直直要追找迄个伊读这段圣经奥秘是伫倒位？伊读经典，讲经典啥意思？经典拢是咧教人做好，吼啊！你若做好，就一个好报应，所以种种在，然后叫做先奉信啊。就这段中间，其实经典之字，照圣经的原文来讲，伊要来原文来讲，是意思是亲像啦。迄、那个古文哦，马上。意思是亲像，你若做我即摆讲遮个话个代志，你会亲像啥物？啊，你若听听我个上帝，听上帝旨意，你要有智慧，亲像要有智慧啦，哦，亲像迄个亲像经典哦。所以咱来读经典，咱来讲啊，我要亲像啥物？迄款个诶读法。而且咱来读即个二十三章，伊讲你爱有心，看你会知你个用。牛骨的筋骨，啊，就爱照顾伊，用心来照顾伊的牛骨。那安尼讲是听起来，咱就讲，嗯，这基本的，这个基本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你就爱甲你顾遐两块吧，然后免讲，不是。今年有三大段，有三段写法，是在讲，遐写讲所罗门的经典，其实是在所罗门写，甲所罗门捡，是对第十章到二十二章的。二十三章以后，不是所罗门迄个时代，是希西家王迄个时代所写。你希那希西家这个王真特别，伊就在任在位二十九年久，伊甲上帝建立真好的关系。因为迄个时阵有叙利亚北边埃及人伫南边，啊叙利亚跑来，希西家嘛是要去挖埃及，埃及不插伊。伫迄个中间，伊佫倒转来祈求上帝。求上帝帮助，我们计划几年来引带一些人来行正路。我想，那对安尼来看，因为是伊世界时代的迄个组织起来的文献，所以读这段这个意思较重要。像咱爱了解咱的周围，咱的兄弟姊妹，伊的境况是如何？其实，咱要再一摆而且，我爱对我家己所属的。台湾到对方教会，也是出现调整。行来到今日六十周年，咱要记得，迄个时阵所拄着事，伫遮演变的中间，台湾是全世界历史中间，迄个军事的太阳能上第一片的一个国家，四十年久，到李登辉总统变做总统时，头一项，伊就是答应人家要做。太阳能取消，将乌名单提交，安尼我再谈得来。今仔日我伫遮一面有感谢咱台湾进步，总是讲真可惜咱台湾是安怎要选迄个开始咱台湾人迄个进步来带咱台湾人来做出进步，是足厉害足厉害的代志。今仔日咱要再一摆来监督咱对咱的所属的教会一块来做一块来调整。好一个人去到中国，讲甲中国人讲，台湾是国际的麻烦制造者 （trouble maker）。这款的政见讲，对咱台湾麻烦不少，咱今日先来做用这款心念来做监督，来来想，来今日也是要纪念二万迄个事件，今日。预言者时阵，咱也会记得，咱今仔日所听一条条，所讲的内容是咱来好好来接受，咱上帝所交代的诶社会秩序，啥物事都。
主啊，我再一摆伫遮来纪念三十六年前为了抗议所受的痛苦，也会人的家属，也阮少年对迄日开始以后六十六年久经过独裁的政治所拄着的受苦损失人生的一个人的家属，我今日来少年的同时，阮会检讨阮今日所徛的社会所徛的政府是啥物，对遮来好好检讨阮本身所做做的，由你支持阮，阮需要你照你的指引来带所有台湾的青年行公益的路，多多谢。